咋整的？离合踩不动了呢，车坏了，这个也挂不上了，然后那离合也踩不动了，这可咋整啊？也没有修车的呀，咋整啊？哎呦天完了，疫情，所有的这个修车的都不开了，都停着，还得贴罚单呢，这可怎么整呀？不让开了，找个拖车不行啊，拖家去点儿。这到底是哪坏了呀？临河线出了，那他能来吗？那你有电话吗？他修车那地方？没有，我有他电话，就是今天不是疫情吗？全都关了。那咋办呀？那他你放着呗，等着疫情过去之后，您这再来修。那咱俩找个地方，这不得贴罚单吗？这黄道牙子，咱俩那个，那咱俩推到哪儿完了之后，咱俩坐车回去，还咋整啊？对呀、啊。贴到一个不贴罚单的地方。对呀、啊，完了，等着他开，他啥时候开呀？咱等通知呢，给你追上。离着近吗？这个？出一天早事，车还坏了。世事无常啊，出个早事，车坏了，疫情防控不开门，修车的都不开。我这车正好就停在这黄道牙子这坏，那这儿呢还贴罚单，这附近都没有停车的地方，就往哪推呀、啊？等会儿，我也跟你过来推来，推到那个前面那个胡同去。哎妈，今天这哈尔滨这道上赶过年了，人和车都没有啊，正赶上我这车还坏了，刚给安排个地儿啊，估计得贴罚单，那没有办法呀，没有停车地儿啊，往哪推呀、啊？租车也没有。像打车回家看不着出租车呀，我发现我可能中奖了，专门中这样的奖。这大街上的鲜花，看看你，是不是过年？过年就这样，哎呦，人和车都没有，我现在想打车都回不去，公交也没，哎，来了个车，咱走了。咱等半天才打着一辆车，车坏了，没招啊！修配厂全都休息，今天头一天疫情关门，这人家也不开呀，现在不敢开呀，打了好几家人都不开呀，你说那没办法咋整啊？我寻思你们能认识呢，没辙，认识你给他打电话，不敢给你。你要车往这往里一开，像那么，他这个店就没了。封城了嘛，整个城都封了。对，封城了，哈尔滨。那封啊，高速不允进了。高速不允许进，不允许出。这整成这么厉害呢，没咋地儿啊，感觉忽然间这样。这才几天呢，25例了。啊，25例了。25个，铺设的城广啊。主要是面积太大了啊，分散的。你说你哈尔滨，你就咱就不说吧，你这七区，现在8区吧，啊，没一个区没有的。不像上次就一个。上次就控制在一个区内就没事儿。对，你们也危险，咋整？你只要为了生活，谁都是，哎呀，为了生活，你明知道有危险，你暴露也得出。这一出人还不多呢，是不是啊？可不呗，没人。一出人还不多。合格年份。刚才听出租车师傅说这次挺严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他说是封出租车也出不了车。什么最近的什么双层或者二层都出不了。然后咱这两天还特别暖和，早市今天人还挺多，我寻思这么暖和咱出几天，这就不能出了。哎呀，跋山涉水的到家了，出租车师傅把咱们推到一个地方，还是好人多，感谢这个出租车师傅。哈尔滨在持续的增长病例，然后我这为了赚钱嘛，也每次也都习惯了啊，也都该出，把车坏了该来什么事儿，咱就乐观的去接受吧，俩消停待着呗，那就今天咱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如果您喜欢蓉姐，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